你是要不要让路啊你啊大家刚放慢呢警察该影片系发生在于国道一号331至316南向安定路段，一部自小客车停止于内侧车道，闻救护车未立即避让行为，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2项规定，汽车驾驶人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援车毒性化学物质灾害事故应变车之警号，不立即避让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并依该条例第42条第3项规定，前项情形致人死伤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